郑金兰家住四平，67岁，低保600元，住女儿的房子。你自己心里头想法是啥似的？你想找个啥似的？哎呀，想找一个就是品德比较好的，对我好的，诚实点的，是不是？这尽量别打仗。人家跟你负担你家那个闺女的姑姑，是不是？咱不能跟你提那个事儿，没有用。经济方面得挨3000块钱以上啊，你2000块钱俩人生活不了啊。郑大姐找另一半，除了经济上能支撑两人的生活，更重要的是对方必须品德好。虽然知道自己想找个啥样的伴，不过郑大姐心里还是没有主意，所以啊，想让自己的闺蜜一起去看看，帮忙把把关。打好分寸，我呢只能给你做个参考。对，像那个做决定还是你自己，选择权还是你自己。在郑大姐闺蜜的支持下，两人一起来到了长春。郑大姐决定跟赵大哥见上一面。啊，我看着了，看着你了，姐可算找着你了。今天多没多穿点啊？冷不冷啊？哎呀，没事。我的妈呀！闺蜜呢？这个，我看看。今天特地过来了。啊，那不废话，他自个儿不能来呀。哎呀。他不让来，他就不来了，是吗？那他说他自个儿不来，那得决定去。行好，姐你自己拿主意，然后这个姐她只能帮你把把关啊。行，那准备点，准备水果了啊。来，吃。这小区这个地方附近有那个长春公园啊，那边还有商场，附近干啥都挺方便的。挺好。那拽着你吧。大哥一进去估计还得惊讶了，咋一下子来俩？瞧，好看。哎呦，进。哎呀，进来了。哎，挺好的。挺好，这个是我今天给大哥介绍的相亲对象啊。你好。啊。后面还有一个大姐。我免费姓赵。啊。穿鞋上了能行吗？擦干净。行，进来。这个是大姐的闺蜜，今天啊帮大姐来看看，看看大姐，你也介绍自己啊。我介绍，我姓郑。啊啊啊！这叫啥呀？你我姓赵。啊，叫啥呢？问。赵恒仁。握个手。握手吧。好了。哎，相识就是缘啊。对。他没啥毛病。这个外在也不重要，就看健不健康啊。对啊。啊。你别整个病啊，我说咋整啊？个是小了，那多那腿还有点弯呢，瞅着哪个都不行，那脸一下半点的，我的妈呀！老年有的是，没有他那多吧？你想问啥呀？你还问啥呗？闺蜜着急了。我1月4700。4700还行，是。我是副高。啊，我水电工程局的啊。老伴儿多难去世的？2013年。啊，2013年就没了。就是这么轮呢。说他唠嗑还行，真是工资方面这个条件也挺好，车有啥？咱在城里头过日子，说话唠嗑顶挺实在。